我读书，这个时候呢，天上的仙女给他撒鲜花，那个九条龙给他吐圣水，这个叫沐浴，鲜花给他供养哈。所以呢，整个一个描写的这个布置的场景，就是他出生时候的那个吉祥的状况，非常的壮观。那我们呢，11:30准时表演。这个无论360度，你在哪个角度看都是一样的，因为它这个传统打造的这个莲花打开以后，里面的猴子释迦摩尼它会这样里面转1360度的，好吧？那么你们在看的时候啊，你们在看的时候呢，待会儿我是建议你们，因为我们最后还要坐电瓶车出去，我们就住到那个地方看好了，因为排队还要到这边排队，就住在这边看，就等它播，播完以后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排队坐电瓶车出去，我们不用走出去了。在一般人心目中，佛是超然神圣、可望而不可亲近的救世主。其实，这不是释迦牟尼佛应世的本源，正是佛教之道。最崩溃了。